第一次看到 Lightning Talk 讲者还有带助理的。哦，哎，格格来跟大家打招呼一下。哎，那个讲者嘞？讲者，场面没有 hold 住。小飞机。哇！这是啥货？啊，开始啦，五分钟哦，照惯例啊。哎，来啦，我这一次跟你讲啦，你站中间。嗨，大家好。我，哎，我先讲投影片内容，谢谢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飞机。我今天为什么站在这边呢？因为MSN 彩地的这个小游戏，然后这个游戏呢是 Windows 上面的彩地的，再加上 MSN 合成起来的，然后也可以让一个男生变成女生，对，然后。结果就是变成这样，哎，为什么会变？怎么男生变成女生就是变成这样？谢谢。然后这个起源是因为我在去年中秋节的时候赌了烧肉跟这个，谢谢。然后我们要本次要非常谢谢新颖，把我打败了。他只玩过几次，25-25的时候。我只有33%胜率，然后但是呢，整个画面我 hold 不住。下一页。小飞机可是飞雪，飞雪你 hold 住了。对，所以现在这个场面我 hold 住了，谢谢大家。好，结论呢，我想告诉大家呢，千万不要赌，真的，千万不要赌。不管如何，你100%总是会有出包的时候。对，然后另外我要想介绍一下我现在所在的社群。对不起 ，Study Area 的各位大大。哦，我这帽子好烦哦，等一下哦。然后我们在台北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都有各地，就是都有成立社群。然后我们在那个板上全部都有，都不定期会举办活动，所以希望大家。有空来多多参加，然后如果想要知道我们的讯息，请上 Google， 请 Google Study Area， 然后请多多支持。但是最后呢，我想讲一件事情，请大家呢真的不要乱赌，真的。然后那个要请对老婆好一点，因为我化这个妆化了一个小时，真的很痛苦。然后呢，还有男性朋友请注意，老婆如果不化妆的话，很美的，真的。老婆化妆的话，你一定要更爱她，真的。然后还要谢谢那个 Shuttle 的那位正妹大姐，帮我化了一个小时的妆，她真的很厉害。还有那个月之和那个什么月 OSS App， 一分钟输了啊，一分钟。还剩一分钟，我没有啦，就我不知道怎么讲，走台步，就是这样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不好意思。走台步，一分钟还没到啊，还那个表不准啊，表不，走台步，走台步，
好，我。